那王总，经常有人搞不清楚西山和皇家山，就 Westmount 和芒胡亚勒的区别。对，其实是皇家山啊，它其实就是蒙特勒圣山皇家山。但是有意思一点啊，皇家山的西面是西山，还有个城市叫皇家山，叫皇家山城，它其实并不在皇家山，对，它跟皇家山其实没什么太大关系。所以您说的皇家山城是 Town of Mount Huyala 了是吧？对 ，TMR， 对 ，Town of Mount Huyala 也很有名，我们之前也录过相关的这个视频，对，因为它那边也有很好的这个公立学校，对，也是一个很有名的富人区，所以。